好，海苔姐姐要来开箱吃榴莲口味的海苔。还可以吃吃看。对，打开吃看看，这是咕咕的，它放地上，我们就来吃，因为它已经有开过了。怎样？一个。哦，它是一片一个袋子，哎，这样子比较好，比较不会软化。哎，来，弟弟，你要吃一个吗？你要的话，我也帮你拿一个，好不好？我不想。哦，不想。那姐。好，姐姐，我帮你打开好不好？我帮你打开，我帮你打开，打开啦！好，找到孔了。榴莲口味的海苔到底好不好吃？不知道。什么味道啊？海苔。厚厚的。好，你吃看看。怎样？味道好吃吗？有榴莲口味吗？我问你，有这个口味吗？没有榴莲口味。没有榴莲口味。你吃啦。哦，我吃看看。啊，有啊，一点点啊，一点点，一点点而已啦，一点点的榴莲口味，但是一点点，对，但是没有很浓，但是有，而且很好吃，为什么吃不出来？有啦，有一点点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啊，蛮好吃的，好吧，那这样子咯，这个还不错吃，好，我们谢谢姑姑让我们吃。